各位学习混音的同学们，你们好！这一期我将实战操作，用 WAVE 效果器套装里的 OPI550A 这款插件，让 LED 的声音更加明亮。下面请戴上耳机，看我的演示。有任何关于混音、调音的问题，也可以留言提问。